罗安元平。谢谢大伙儿啊！怎么了您这是？画草鞋玩一小时，钓鱼来了。刚才我这儿海竿。你们几个干嘛呢？把话筒扶一下子来，撅着一个。刚才呢，欣赏了一段这个弄话筒，这多火爆！刚才这四位表演了一段是吧？对，这还有这个，再加上刘晓婷，一共四人。不是，不还有只鸡吗？对不对？鸡不能算啊，这个这烧饼和疯狗，还有鸡，鸡犬升天。呵，那小词儿整的啊，还叫上了一个比较过气的岳云鹏。岳云鹏可也没过气儿，对，很火的。对，尤其参加逗笑社的这帮演员都是很火爆的。嗯，是水涨船高。对，逗笑社节目一播出，我们的人气都在增加，主要是挣多一点。对对，嗯。这不，昨天来说吧，嗯，昨天你看。我们录节目当中有一观众啊，看着我，哎，阎鹤祥，认识，这是真的。你们看这个节目播出都会有这一段。嗯，我还跟他开一玩笑，我说我有那么丑吗？他说有。这都是真的。其实你俩人比分咬得很紧。咱们肥也别说肥，对于我来说吧，在德云社当中啊，名气一般，啊，也就是没有什么名气，就那么一呢呢。咱是中不溜嘛，哎，但是人说咱没有什么大电影来找我，也小电影呢也没有。您就说都没有就行了。但是来说最近啊，跟各位报销一个这个好消息啊，爆料爆料，爆笑的好消息。这个不会被扣分吧？我师父不会说给他画一道。坏蛋们。就说来说我吧，最近来说也接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嗯，一个广告来找到了我。广告？哎，对，可以呀。啊，一个护肤品，虽然不是，对对，不是给很多钱，但我觉得这个广告我想接下来。这可以找你啊，护肤品也符合我的皮肤，脸多白呀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因为这个找的我。什么商品？就是搓脚石。搓脚石在你们家叫护肤品呀？保护皮肤的呀，怎么了？这多白，对对，不是，这搓脚石也找广告啊？对，人家呀、啊、就有广告之后啊，要一个大的这个宣传，有一个好的名头。哦，是啊，所以找到我了。行行行，我想把这个拿下来。但是来说，你看，跟副总在一块儿的，咱不能白了您。这个活啊，虽然不大，挣钱也不多，我觉得咱一块儿来。我你太因为我发现你也没什么活，对对，确实真是我太感谢你了。我一直我就想干点什么，多挣点。对了，人说啊，这个是因为什么呢？都知道咱这个现在德云社比较火嘛，嗯，来了这个之后，让咱给出个主意，怎么来包装，怎么宣传。来这个就搓脚石是吧？哎，而且名字来说，让咱们自己起，起名字啊？那咱得好好起一个。您副总您说吧，叫名字来说，你听您的，特别操脱脚石。你说这不是德云副总，您没有点文化的水平吗？你 这搓脚石讲究就得操啊！不行，你再换一个，这差了。就下村搓脚，你去下面，你去捂那冷板凳吧，好不好？就下村，这都不行。哎，要我说，咱叫火辣辣，火辣辣，麻辣搓脚石。什么？麻辣搓？到时候弄一系列麻辣搓脚石，蒜蓉搓脚石。你这是搓脚石，这是小龙虾呀？这不行不行，能让观众记得住吗？不行不行。哎，这是食品，叫平轮搓脚石。不是，你觉得咱俩还不够臭吗？轮平，我说这更绕嘴了。叫什么叫德云搓脚石？这怎么样？这个、名头大呀！这个这多这名头大，更容易让人记住。对不对？德云搓脚石，要不叫德刚搓脚石？不要不要，这会影响我工资。啊，那你只能去搓脚石了。哎，咱就叫德云搓脚石，这还大，这稳妥。咱粉丝还多，以后观众都、嗯、啊，收我的搓脚石，这是我的。以后咱们再上台，台底下都扔搓脚石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刷礼物都说看我的搓脚石。好好好，挺好吧？好好，最起码来说这个名头有了。嗯，然后再给这个怎么包装这个广告，广告的创意咱再想一想。是，提到搓脚石，马上都有点臭了。对、嗯，这创意来说吧，
现在啊，我已经分析了几路，因为咱们这个，你看这古力多的广告就是我给想的。你有词儿？古力多的词儿就我编的。你说两句我听。古力多多多鼓励，多多鼓励，古力多，古力多，让您的营养生活更健康。古力多，您一生的选择。简单啊，还张嘴就来啊！还有那个咱赞助品牌华帝蒸烤一体机，既能蒸又能烤，让您的生活更美妙。华帝，您一生的选择。啊，搓脚石要搓脚，用德云，德云搓脚石还您脚的清白。德云搓脚石，您一生的选择。哥，咱真接不住人家，人太火。张嘴就来，不是，你光这句不行啊。一句你觉得太简单了吗？多新鲜，太苍白了一点是吧？什么都是您一生的选择呀。也是啊，跟他们雷同有点越啊，不太好。对。哎，来一这个，来一这个，我是你的什么？你是我的德云。哇，原来人家只是搓脚石。对啊，这样我就能天天把你捧在脚心。还捧在脚心，你脚会攥拳头啊？你这么说，观众能记得住啊？不是，你这是老广告词儿。那你说，你说，这有什么不会？老说我，你这嘿，你媳妇脚现在越来越细乎了，那是用的德云搓脚石啊。德云搓脚石搓出的脚就是细乎，我一直跟他说换块贵的，人家就不换呀。德云搓脚石，明天见。德云搓脚石，天天见。用了德云搓脚石，嘿，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。你错了。哎呦喂！我没想到你现在也学会剽窃了啊！什么剽？这都是老词儿啊。那老词儿观众能记得住，能知道，一下观众能知道。不行，这不行。用人这人不乐意。来点新的，来这个，哎，来这个。我的草原，我的马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我的脚皮我来搓，要多洒脱多洒脱多洒脱。不行，你这特别容易过气儿，时效性太强。对呀、啊，这也不行，来经典的，经典的片段让观众能记得住，好不好？来那个，来这个，五年，你知道这五年我的脚皮有多厚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会搓吗？我只选择德云搓脚石，这个搓脚石我要定了，师傅也抢不走。我说的，这是我一生的选择。只是说这俩人会说相声就完了。哎，他们用的是相声的基本技巧。对，啊，没跑出大梁子，没跑出传统的东西去。不是，你再跟人吓跑喽？就是太激进了，是吗？多新鲜啊！不够唯美，这样，再想，创意有的是，创意有的是啊，咱来一个，我来一个唯美点的，对，还得经典的，是，还得一出来就让观众能知道的，这样能长远了。新白娘子传奇，这可以，经典啊，大伙都知道，而且唯美，两个人的感觉，这可以，行不行？可以，咱来这白素贞了，行，就来游湖借伞这一块，好，我来那个白娘子，我呢，你来搓脚石，我去你，怎么了？像不像啊？不是，我怎么也得来点词儿啊！带词儿的搓脚石。不行，别，那你就不来了。不，那你来小青行不行？那行，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，搭的桌子，现场表演一下。好家伙，改锤子了。音乐，好音乐。怎么了？刚要开始收拾，毕竟咱们是蛇。蛇，对呀，蛇呀、啊。咱们这样就容易，就让人觉着太蛇了。蛇，哦，对，蛇，咱们是蛇，不能这么出来。对，是蛇，不能这么出来。对，这就怨我了，是有点对不起，有点草率了啊。是，再来回，啊。
怎么了？蛇干嘛？我劲头刚上来，刚好这劲儿。你跟这顾求什么呀？蛇要怎么说了？蛇不就这样吗？你这是蛇，你这是蚯蚓吧？蛇不得这样吗？咱们是经过修炼的蛇，咱们有腿呀、啊。这么好的工具不会利用了，怎么？咱们已经是蛇精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有点像蛇精病了。就是。对，这但是也不是怨我，我觉得啊，怨音乐，你知道吧？都赖音乐。这音乐太亢奋了，给我来一个柔美点的音乐啊！最后一回，来。他这活能落住？一分一分的，错了重来。Music。姐姐，青儿，你看今天的天气。青儿，你在扎着我。我今儿你哪儿偷这么一把破伞啊？姐姐，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！是啊，这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真可以这么说。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啊！什么叫死了几的清香啊？哎，姐姐是听一个说相声的这么唱的。别听说相声的瞎说。是桃红柳绿。哎，青儿，你发现这个要不唱还真不会呢。哎呦，完了，咱们要咱俩别上了，哥，我不想上了，咱们来点正文吧。好啊。哎呀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怎么了，青儿？你现在的皮肤越来越嫩了。青儿，你的皮肤是用老抽了吗？我不行了。这是你多少年没脱皮了？10003年了，真是的，听我的，用德云搓脚石啊，真的好用吗？当然了啊，星儿，你听着，还有词儿呢。是谁在耳边说，脚上的皮很多，搓，只用这一块儿搓完了，就像敷面膜，搓，我劝您。用德云，用德云，有效果呀！姐姐，不要再搓了啊！再搓您就没腿了。没腿正好啊。那怎么出来呀？咱们雇佣啊！这个。哎，感谢大伙儿掌声鼓励啊！对。上台来呢，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啊，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孟鹤堂。好，感谢您的掌声鼓励。介绍完我了，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，叫周九，不，那个叫严鹤祥，严，啊，谢谢，严鹤祥严老师，初次合作啊，哎，真是我们哥俩第一次合作。对，这几期录下来之后，有一事我。不知道您发没发现什么呀？我们比赛每次逗哏演员都比捧哏演员最后的分高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这么个现象。就拿咱们俩来说，站在舞台上，为什么凭什么我就得比你分高呢？你自己考虑过这个事儿吗？不是，不还没比完呢吗？这不是说没比呢？但是在这儿，我跟大伙儿托付两句：如果一会儿投票的话。您想投孟鹤堂的时候，您别投，您把这票全部投给严鹤祥。不，好不好？谢谢您各位，您真的想投，您把票全投给严哥，我这给您托付呢吗？这不是？我不是不想让你给我托付，关键是，那万一一会儿我分真高了，那是我自个儿努力的，还算你托付的？我托付的呗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只能是，不是我那意思，我怕呀，哥。你万一分特别低怎么办？我也怕呀，那万一我分特别低，
你再托付完了，那算怎么回事儿了？这，那就证明你没救了，哥。不是，咱有点信心行不行？哥，咱怎么聊跑偏了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您说，让大家伙儿多关注捧哏演员。哦，你说捧哏演员不容易，嘿，真不容易。您琢磨，您没事还去小剧场演出？对，您的逗哏呢？啊，郭麒麟，您拍个电视剧啊，拍电影，嗯，综艺，嗯，广告代言，嘿，有时候我也琢磨什么呀？他那点儿怎么就那么好呢？但是咱不说人家，咱就说咱台上，咱就说咱这场台上，咱哥俩往这一站，为什么什么好事都是逗哏演员呢？报幕员一上来先报逗哏演员，还真是，对不对？上来逗哏演员先说话，嗯，凭什么我就得是主角呢？你看，要不然您孟鹤堂现在火呢，人这个觉悟多高，对不对，哥？对，你不能是因为我。因为我啊，什么那个相声有新人第一季总冠军啊，德云逗笑社第一季总冠军啊，上过央视元宵晚会啊，我是七队队长，郭老师爱徒，我老上综艺，我小有名气，你就拿我当主角吧。那你就应该是主角。为什么呀？您这叫凡尔赛，您知道吗？这能怎么能叫凡尔赛呢？这个、那您这什么呀？事实。行，我以为您这半天您要夸我呢。不是哥，不是，您也不错呀。那您说说我呀、啊？您那人阎鹤祥人这么多年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嗯，您是不是上那什么了？嗯，那个上那哪儿那个？嗯啊，后来又去那个，最后嘛不是落在那个，他不错。我哪儿不错呀？我都丢了，我到底去过哪儿啊？我到底一时恍惚，一时恍惚，您就别提了，就不错，他确实不错。你不是我那意思，哥，今天既然咱哥俩啊合作一回、第一次合作啊，既然咱哥俩合作了，今天您当主角，我当主角，对，那你当配角啊？我不能当配角。你怎么不能当配角？您琢磨，我相声有新人第一季总冠军，德云逗笑社第一季总冠军，我央视元宵晚会，对不对？我是郭德纲爱徒。您要喜欢这句，您就刻在身上，好不好？已经纹好了，我给你看。这，不是，俩个都是主角，俩都是主角啊。那没配角显不出咱主角来，就不要配角了。那没有配角怎么能显出咱主角来呢？哦，对，得有个配角啊。这好办，这还不好办呢、啊、来这么多观众朋友，对不对、啊、哪一位哎，那都是这不我的衣食父母，对不对？你拦我干什么？不是您提配角，您提衣食父母，这不想沟通一下感情吗？您先说配角。 不能在观众里边找。我想的是啊，什么呢？报幕员。是岳云鹏啊，他就得是配角。人现在这么大腕儿，人给你当配角，他就得是配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琢磨，报幕员他能有什么节目，对不对？他就上来报完幕，然后就下去了。下去之后，你再岳云鹏那么大角，那么大腕儿，跟角腕儿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接下来有请郭德纲、于谦给您表演一段，好吗？哎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当配角。你干什么？张小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像你哪朋友？我像你哪个朋友啊？啊？不是你干什么？我像。他真行，他会玩。嗯。他也不乐意。咱都主角，这不得了吗？你现在的，我跟你就说岳云鹏。你蹲下，我也跟你说，岳云鹏现在他不愿意出去露脸，他也就报个幕，他不当配角谁当配角，对不对？他也就报幕，他那现在脸越来越大了，镜头装不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，你知道他有病吗？有什么病？脸癌。我都没听说过脸癌。你知道他有一小毛病，什么毛病导致脸？他老躺沙发上睡觉，谁得谁坐呀？对。完了，
脸癌又来了啊！你看，明显有倒钩，看了吗？脸癌现在孙就是孙越做，孙越现在已经被传染，他臀癌。你信不信？接下来一分钟电视都播不了，电视黑屏，你知道吗？腾讯黑屏，我大直播我抽死。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咱仨都是主角，行，我不说您了，行不行？相声好好说，好好说，我们好好，我们是小学生，我们好好说。对哦。这到底怎么办？咱找不了这些人当配角。谁当配角呢？咱不能找活的了。那怎么办？话筒。这死物能当配角啊？哎、话筒音响那压根儿就是配角，他就应该当配角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压根儿就是为咱们服务。没声了，没声了。他压根儿就是为咱服务的。音响老师，你给我掐了干什么？疯了吧？不想干了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你看我像你哪个朋友？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掐了！你给我开开，这不掐架是不是？要你说单挑还是群殴？知道这哪？哈尔滨知道吗？这是哈尔滨，你知道吗？全飞，我也没声了。我招谁惹谁了？好，算你有脾气。哎，没声我们就说不了相声吗？对不对？没声我们也能说。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。没错。虽然没有话筒，每一个字送到最后排的一个演员的耳朵里，我给你往里塞，你别说听不见。哎，今天我们哥俩就没有麦给您说段相声。相声讲究说学逗唱。对，没错，我现在特别想说一句话。音响老师，我错了。哥，你怎么认怂了呢？我要不怂，他能把这开开吗？那是你认怂他开开的吗？那肯定领导找他了。刚才我那个气势把他吓住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得当配角。哦，他什么这他好家伙，他就干什么？他就进来插上电，这玩意儿整有声了之后，他就回家了。回家完咱演完了，他再回来，他能干什么？你得配合演出啊，你就配角了，对吧？也行了，找着了，可以了，咱俩主角，咱是主角啊，找着配角，配角啊，有配角了，那咱进来来来，哎。那个怎么说呢，上台来呢得感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，感谢大家啊。你看、哎、服了吧，还给来点小音效，这是像那些个说相声的、啊、对，上台呢怎么都也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、哎、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、刚才有点害怕，刚才可能手滑了，手哆嗦，失误啊，被吓到了。没事啊，咱接着，先甭管他，我叫孟鹤堂，这位老师呢是严鹤祥严老师，嗯，我们哥俩呢都是主角啊，谁是配角呢？这个话筒是配角啊，音响是配角，所以说咱也不用聊他，那没他皮配角有什么可聊的？说咱俩对不对？我们俩给您说段什么故事呢？说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。谁呀、啊？我有一个朋友叫阿伟，阿伟就死了。你挑的吗偶像？阿伟死了？谁说阿伟死了？哪儿？不，阿伟死了。他说阿伟，我们俩认识五年了，能死吗？哦，开玩笑。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要疯啊你？你是不是想上来呀？你是不是想出头啊你？这五年你是怎么过的？你给谁捧哏呢你？他问我吗？跟那个没关系、啊、我说我的、啊、你给我捧、啊、你给他捧什么？嗯，你消停呢啊。嗯、啊、哎妈，气我累岔子疼。我是说哪儿吧，说什么，我在后台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哦，哎，电话铃声响了。嗯，喂，哎，当里嘎里嘎楞当里嘎咚里嘎咚，爸爸接电话啊。刺儿他他他铃他铃他铃铃他，爸爸接电话啊。你这铃声够特别的呀。谁用这破铃声啊？破铃声？不不不不不，不是爸爸，不是那个谁，不是这破铃，不是说您那破，不是不是，我说压根儿这故事跟这铃声就没有关系。关系？我说接了一个电话，是阿伟打来的。哦。阿伟问了我一个问题，非常的重要。问什么呀？他问呢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你给我滚！是这问题吗？那你说这个呢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不是问的这个问题，他问的是什么呢？他问的是、啊、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不是，咱别受他影响。音响师，爷爷在此。
你要干什么？我是主角。你这个他要疯，他要成精啊！他要成，你是主，您让观众评评理。我们俩在台上说，他在后边，他是主角。忽悠，接着忽悠。好，你音效还挺多哈、啊。你说咱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？行，你先等一等，你先等一等。不是，咱这么说，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，您在幕后，我们俩这巴巴的给观众说相声。啥呀？瞅那损色呀！我是主角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音响，告诉你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你过来呀、啊！我哥，你拦着点我，你拦着。哎，哥，你别走，你干嘛去？我下台了。那是为什么呢？我就知道你们俩配合挺好，跟我没关系，我走了。去你的吧！哎，我招你惹你了？我好，我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了。哥，我发现了，您真得罪不起他。您消消气儿，我也。我也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啊，我发现音响师你厉害，你有东北爷们那种一股的刚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了。咱得，我们哥俩错了行不行？哎，我们错了，咱仨都是主角，好不好？主角再找个配角，你就别玩了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，你不够他搅和的呢，这个不行，咱还得找一配角，不能是他呀。灯光，哎，灯光怎么能是配角？您也是主角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道具。对，道具可以。道具也是主角。道具也是，我定了，化妆是配角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就是演个相声，你们配合就好了嘛。搞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我是主角，你们全是配角。我看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 ？Focus, focus. 宝鸡宝宝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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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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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那姑娘留下，别来了就啊！你像话吗？你怎么没把你那留下？这演出全失败了。不是，哥，我发现了，咱俩不是主角，他们是主角。你呀，根本就没明白啊！相声这种形式看似简单，一捧一逗，实际上幕后的老师、灯光、音响、道具、服装都默默付出了，没有他们的努力，哪有咱们的光彩呈现？所以人家才是主角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哎，那这么说我们错了？你错了，应该感谢人家，感谢音响老师给我们的这么好的声音啊，感谢灯光老师让我们在舞台上绚丽多彩啊，感谢道具老师在后面默默的付出，谢谢你啊，感谢摄像大机的大机啊，大机，感谢化妆老师给我泼的一盆冷水，让我清醒了。这话我清醒的知道了，我得告诉你们，这个舞台上真的如果没有孟鹤堂，你们啥也不是。哇，好家伙，这么些人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不知道下午好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季德云逗笑社的竞演现场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张鹤伦、烧饼，掌声有请。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！哎，先简单介绍一下啊。嗯，我叫张鹤伦。哎，没想到我在象山也很有人缘啊。那当然了，阿拉响三印，应该是五响三印，
想三亿。嗯，对啊。确实谢谢大伙啊，因为不敢奢求您的掌声。是，对于老话都说，鼓掌人情，不光是本分啊，就是今天的本分人特别多。嗨，不用不用不用啊。就是小学生上来呢，就是先做个热场，哎，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，也没有这个必要，我感觉我师哥啊，各位可能不认识，烧饼，哎，对不对？谢谢您，谢谢谢谢。烧饼，谢谢您各位，外号叫那个朱云峰，您等会儿，这叫外号啊，这叫艺名，艺名，本名，本名叫什么？朱剑峰，朱剑峰，来德云社多少年了？哟，这还不好说了，得有个十八九年吧。十八九，云字儿的，跟我说说怎么来的。我这个就是朋友来师傅这儿伴奏，然后那个老师也教我学二胡，就给我介绍这儿来了，就来到德云社。很普通，很普通来说。我没有什么可介绍的，但是我可能也不太了解啊。啊，因为相比来说，我来德云社来说就比较坎坎坷坷了。就比较困难，主要听您，对对吧？我知道观众不了解，您给介绍介绍吧。简单介绍一下吧。嗯，我呢，这个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。嗯，家里边呢也比较困难。是。打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，说什么呢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。流浪的人在外想见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扫扫二维码吧，救助一下这个从灾难当中走出来的孩子吧，谢谢。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您。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，有那么惨吗？这不是这样说的，大伙同情一下吧。你没有必要让大家从这方面同情。确实没有那么惨。嗯，在我们那个村里边来说吧，啊，我也算是小有名气。不，您又惨还有名气啊？刚才那是夸张了啊，其实不怎么惨。真的，在我们村里，我有自己的职业，我的名号很特别。哦，那您给大家伙介绍介绍，您有什么名号？哎，火与碳的交织，炙烤肉体的灵魂，换取我真正的价值。烧烤的。对了，就是烧烤的。他嫌你。嗯，对，烤串的。谁说的？给我站起来。烤串怎么了？烤串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烤过串吗？人不是尿床怎么了吗？不是，您就说您是烤串的，也没有必要编这么一大套名称。因为那个烤串来说吧，嗯，我确实不太喜欢这个行业。哦，被动型。对了，我爸让我学的，学门手艺嘛，干点这个。嗯，我不喜欢，每天就是不爱，反反复复这种生活。串串。突然有一天，我正烤串呢，嗯，看见了一段相声，就是一个小黑胖子，跟一个花卷头。哇，两个人说相声，我就太可乐了。哦，就是当时看过这个郭德纲于谦先生表演的。什么叫郭德纲于谦啊？你这好腿呀、啊，你这是。郭老师和于老师的相声。你别说，小饼今儿这个捧哏呢还是挺规矩，给小饼加一分。好嘞，爷爷。两个人的相声，当时不认识，觉得太可乐了，我一定要学这个。回到家之后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我就跟我爸说了。说什么呢？我要学相声。不是，老头肯定不同意啊。真不同意，给他都气乐。他说你要学相声。对呀、啊，让你学点这烤串、厨师、面点啊。这是手艺。对，你以后能养家糊口啊。你学相声回来上哪个串店说去？你等会儿。说相声有上串店？哪能要你？不好找工作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说那我也就去，我也就要学这个。我觉得说相声特别好。说你拉倒吧。嗯。你呀、啊，这辈子就注定是烤串的。知道吗？你八字欠考，五行缺串，金木水火土，你是火中肉命，就你吉祥的方位就是厨房，你命中的贵人就是大腰子。你爸是算命的，是怎么着？我不服啊！嗯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烤串说相声，我自己说的算。应该是我命由我不如爹，你爹就给你规划好了。反正我爸就那意思不同意啊。今天。你要敢说去学相声去，嗯，敢离开这个家门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哟，这么严重？这话说的有点过。当时我很生气，我这人也很倔强。哦，一咬牙一跺脚，怎么着？大哥再见，走了。您回来回来，真去了？真就去了。我性格倔强，等我学成之后，我再回来管您叫爸。
就这么决裂了。对啊，我妈拦着我呀。嗨，你非得去吗？啊，你看你跟你爸还这么犟。嗯，没办法呀，给我拿了1000块钱。还是妈疼儿子，拎了两兜吃的。嗯，哈，这兜啊是串，这兜是那炭，饿了自己烤点，在火车上烤串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妈送我到火车站。嗯，一路都没说话，因为我心里边就不明白。嗯，我有自己的梦想，我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有错误吗？哪怕这个梦想遥不可及，哪怕千难万险，但我觉得有梦想就要去追。对，只要你正确的努力去拼搏，就算失败了，有一天你也可以对自己说你努力过。鸡汤，这就是鸡汤。我很感慨，一路上跟我母亲没有说话。嗯，等我取出火车票回头一看我妈，我的眼泪下来了，太难受了。车已经开过去了。晚点了是吗？咱们来晚了。来晚了怎么办啊？又买了第二趟火车。嗯，毅然决然的我离开了家乡，来北京了，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。嗯，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好人。那哪儿好人都多啊。老头问我，你说你干嘛去？我说我上北京去那个学相声去。哦，他说你去过北京吗？我说没有，我说我连我们省会都没去过。有，他说你知道德云社在哪儿吗？你认识郭德纲吗？我说都不认识。他还挺诚实。老头好，他给我画了一个德云社当时的地图，这就方便多了呀。哪是天门，啊，哪个是前门，德云社怎么走。嗯，把这地图交给了我。嗯，才要200块钱。好人也要付出代价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他说了啊，北京那是首都，那地图不是谁都能得到的。那首都的地图不是你想有就有的。我信了，我信了。他也是考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啊，啊，哈，就一下了火车，到了北京站，我天，人山人海，那人多呀，高楼大厦，好家伙，公交车都三开门的，多新鲜，赶上一溜小平房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那大喇叭跟那喊，说什么呀？北京地图10元一份。哥，你应该进点货，哎，坐着火车往回走。接着卖呀，我所谓啊心态，我对不对？我来北京了就行了，这是我梦想的地方啊。对，为了学相声吗？去了德云社之后，嗯，三进三出，太难了。跟你讲讲，嗯，面试的时候啊，头一排坐的就是我师父啊，于老师啊，嗯，这帮领导，他一上台，师父会什么呀？我说东北来的呀，啊，我会唱二人转。我师父特别开心啊，淘汰。就这么直接。因为什么呢？于老师在旁边说话了。说什么了？德纲啊，咱们这是超相声演员，你来唱人转的，嗯，谁能教得了他呀？是，咱要招生也得招一张白纸啊，好教，对不对？你教这个谁没法教啊？这个，所以就把我淘汰了。我当时一脸蒙圈啊，为什么我就被淘汰了呢？就是不好教。只因为说了会唱人转吗？嗯，我觉得是这样，但我不服。当中呢，我在北京啊，我准备了第二次考试，但我得活着呀。中间您干了些什么职业？当保安。哦，不烤串了就。对了，哦，当保安，站岗的时候可以背词啊。哦，这好，这好。对，站岗的时候背词。嗯，被经理抓了，罚100块钱。这1000就没剩什么了，你看。后来我聪明啊，嗯，哎，躲到卫生间去背词儿，在卫生间里背，那能行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内保，不是穿那种保安的制服。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。哦，就是便衣似的。对了，我在卫生间里没人发现我呀。嗯，你看他弄羊闹，他已经轻车熟路了，到平根他就看出来还需要努力了。对着镜子练。您是相声演员？哎，我们说过这句。我认识你。哦，这相声口相声说的特别好。嗯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正练着呢，厕所里边出了一位。啊，好，这吓得裤子都没提就跑了。您怎么说话给人吓着了啊？我一看，好家伙，穿一旗袍，烫一头，我说这不男厕所吗？走错了吗？以为你神经病呢。啊，出去报警去了，说厕所有神经病。警察都来了，警察和我们保安队长全来了。啊，一看啊，不是人，是我是那个保安吗？你不内保同事啊？三言两语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？开除了。给你就开除了？对呀，啊，转天啊就等到了面试了，第二次考试了。对，我就去了。去吧。去了之后一上台，一看台底下，啊，师傅于大呀都在坐着。
今天没问题了。哎，信心满满。哎，我师傅说准备什么了啊？问问。这回我不说会唱人传了。那不能再。会报菜名，这是相声本门啊。来吧，说展示啊。曾阳高，曾营长，曾绿人，骚花呀，骚徒弟，骚子哥呀，卤煮卤呀，酱鸡腊肉，大肘子，嘎嘎香啊。就说相声都您这样啊？啊，我师傅特别开心啊。淘汰，你看看。多直接，为什么呀？啊，就因为于老师在旁边啊。又说什么了？德刚啊，听在这孩子这嘴里，不利索，一嘴东北话。你这有口音，就这咱不能收啊。可不，我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了。怎么呢？我说谦儿，哟，谦儿有点不尊敬了。你最好好好跟我说话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怎么那么横？你要不让我录取，我就把昨天你在女厕所穿旗袍那事儿我说出来。哟，他呀？对呀，好你。哎，郭老师，你别以为于谦是好人，他不是好人，他穿着旗袍，说呀，胡说八道，哎呀，没有，胡说八，那是旗袍吗？那啊，大褂，大褂还有花儿？废话，大褂这开气儿大点，就是，开气儿到嘎肢窝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永远穿大褂，没穿过旗袍，你见过穿旗袍吗？嗯，您说没有就没有。别瞎说八道啊！哎，好好，那个厕所在那边。你这，就行了。这样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啊，哎，哦，你惦记给师傅跟于大爷给逗乐了。我想把他们逗乐了，他们觉得这孩子好，缓解一下尴尬的局面。我就以为这样会录取，结果反倒因为这个又被淘汰。当时这种第二次淘汰，我就明白了许多。你太沮丧了。我明白了。我父亲为什么不让我来北京？嗯，因为他知道，外面的世界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太对了，经过了这些坎坷，我才知道他的用心良苦。嗯，我也明白了，相声不是哗众取宠。嗯，相声不是耍帅卖萌出洋相，你得凭真能耐说学逗唱，把观众逗乐了。没毛病。所以说我准备了第三次考试。哦，这马上就有第三次了。第二天，就有一次考试。哦，就连着这两场，我又报名了。当时我就琢磨，那我今晚上去哪儿呢？那保安那儿，保安那儿把我开除了，那住不了。德云社又没要我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就在德云社对面那个广场，有这地儿，有一个小亭子，在那里边睡着了。那儿能睡吗？那地儿冷啊，西北风刮在脸上，嗯，跟小刀子一样，多惨，把脸上的皴都刮掉了。你真脏，你真脏。我睡着了，嗯，三睡四睡那会儿功夫，一个老头给我叫醒了。嗯，孩子啊，怎么在这儿睡啊？看着你可怜。我说我也看不清，我说这没地儿去了。嗯，冷不冷啊？对啊，有点冷。这时候老头把大衣给我。好人多呀，天无绝人之路啊。是啊，这种时候在北京我非亲非故，人把大衣给我了啊，刚要500块钱。好人呐，比地图贵点儿。嗯，这是无所谓啊，能让我度过这一个夜晚就行。行，明儿考试。第三天，第三次考试我又去了。嗯，到的时候我师傅都一看着我，又来了。你咋又来了？你都来几回了？师傅的口音都跟他学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哎呀妈呀，这孩子呀！啊，我说师傅，郭老师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嗯，如果这回不行的话，我真的就走了。一定好好展示。这回我用说学逗唱的基本功，嗯，您看看我这几个月当保安练的合格不合格？嗯，当时我背了一段贯口，地理图啊，您还能背？再给大家学学。来两句啊。莫斯科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罗的海盗、芬兰、瑞典、斯德哥尔摩、挪威、丹麦、德国、柏林、波拉华沙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布达佩斯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索菲亚、希腊、阿尔巴尼亚、南斯拉夫、意大利、瑞士、日内瓦、法国、巴黎、马赛、地中海、直布罗陀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马德里、国英吉利海峡、到伦敦、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、冰岛、过了大西洋到美洲，走加拿大、魁北克、纽芬兰、波士顿、纽约、华盛顿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墨西哥、中亚、美利加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厄瓜多尔、尼加拉瓜、玻利维亚、玻利维亚、圭亚那、巴西、秘鲁、乌拉圭。真有点功夫。当时那天底下也有掌声。那当然啊，师傅看你用功了呀。那还这孩子行啊。啊，你还会唱吗？对，当时我唱了一段京韵大鼓，这可是我们曲艺当中的。对，当时唱那么两句，跟你学两句啊。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就怀欲恨，
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诚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罗浦，恐叫我流干了眼泪，叹断了魂灵。啊，这味儿多正啊！当时唱完之后，底下也是这种掌声。谁领的掌呢？谁呀？我师娘。哎，碰见贵人了不是？那天我师娘也去了。嗯，我师娘是京韵大鼓的专业演员。那是啊，我师娘听这孩子唱的挺好啊。好好。我师娘还是天津人。嗯，就问我师父啊，德刚。哎呦我天！德刚，哎呦喂，这手劲儿像东北来的，这手劲儿。德刚，哎呦，这孩子唱的不错，为嘛没要呢？头两天跟我开玩笑来着，师傅说了，嗯，哎，没送礼啊，没送礼。前两次他不这样啊，对你不正经，又老逗师傅啊，他这回学好了。哎，可不，这会儿于大爷说话了，他又说话。于仙老说，德刚，我觉得这孩子不错。人性也好，也肯用功，说的基本功也不错，又是曲艺的东西、哎、听见没有，只要你用功，谁都给你说好话。说什么好话呀？他说好话了呀。拉倒吧。怎么呢？他那大衣挣了我500块钱。去你的吧。